基础在睇下来到云林嘅木料，李台素六千九百公顷嘅桥头，介绍嘅希望分高。这个好高是由台塑出七千万，云林县政府出三千万，恐吓起价，占地差不多三公顷。但是桥头介绍希望分高，前年将反起价逆新高下，实现至四成嘅鸟又养出，以及金银物六亿起价推车物。流台二叶酸 TDGA 有关键的氨基系桥头，介绍的本教是上课。以年外高配的希望分教，其实世界学生在他唔地身体多的受到某个种的影响，每唔地内时是在转到新的教下上课。高雄地图标经高起，作对面无搬走，将气候运通平顺风生草。民国五十三年，这新立的气候分高，桥高下个那七百平方公顷，对于白熊外界私生的环境来讲，系当合格。有台塑六轻同云林县政府出意议，对立台塑六轻长期某一公里的范围度，起个新高下面积就三公顷外。不过冬季时，湿生尿滴度尿出硫酸二叶酸的含量太高，学生本人经过安置溪六公里外的桥头怪兽本告上课。我们还是会期待说，在因为毕竟学生安置它只是一个暂时性，并不是解决的最好的方式，应该是把这个地方是弄到是属于可以居住、可以就学、可以工作的一个地方。硫酸二叶酸 TDGA 含量太高，代表可能会接触到日积致癌物六叶烯的风险。外界同污染源共系台塑六轻 VCM 厂排出的废气。台塑六轻是讲，按多年来对改善设备都长期监控 ，TDGA 渗出来可能性当低。TDGA 值会偏高的主因，例如说像你有吃这个维他命 B 群呐、啊，或者是感冒药。或者是一些生活上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这些东西都会影响。那 VCM 这个东西跟它讲起来也没有直接的关系的。虽然说台塑离这里很近，我们设计的工厂从开始建造的时候我们就采取密封的方式。将一批今年就要晒走，师生对参与安置的做法是在系东米府，后生生活的环境含系土台塑六轻长期十公里内的范围度，日积相关空气风险连晚还冇明确，还是把下面高不长而并配烈性的高下，做好将向到流落怪的持续世界学生受高气同空气。香港新闻中心副理刘文辉，云林报道。